我讲啊，就是你要看着我，然后给我家庭一个牵扯的力量是非常的微妙的。那如果我们也在这个家里面有一只狗，生活的乐趣是。那今天礼拜六的下午的话呢，大家有缘在这个地方的话，那么我觉得我们正在写一个阶段的一个艺术，好，写一阶段的艺术。还是谢谢我们王成王老师，以及谢谢我们的余唐人、我们的曾副主委以及我们的罗